颁奖的程序。那在公布所有的奖项以前呢，我们来请评审们做个简单的讲评。首先我们请我们的黄国书黄教授讲评一下，大家掌声鼓励鼓励。今年应该是我第四次来担任评审，那我觉得每年大家表现都很好，那今年就也很棒哈、哦。那我都听到很多很好听的歌曲，那我们给的分数其实也都非常的相近，大家竞争非常激烈。那等一下有得奖的同学哈、哦，那大家都非常优秀。啊，如果没有得奖的同学，其实也是很优秀啊哈。其实你们都是非常棒的哈、哦。那老师希望之后能够再好好的就是跟你们。聊聊这样，好，谢谢大家，谢谢国书老师。好，那接下来我们请的是曾德伟曾学长来帮我们做简单的讲评，掌声鼓励鼓励。很谢谢医学系的同学邀我过来，就是帮大家评这样子。然后就是每年其实医学系跟牙医系的系卡都蛮近的嘛，然后就是医学系就是今年超级厉害的。就听到很多很厉害的声音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整体来讲水准超级高的，对，觉得很惊艳，然后也很感谢大家，就是大家留到现在，然后等一下颁奖的时候希望大家给参赛者还有得奖者就是都有很大的鼓励，谢谢。谢谢学长。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黄曼妮黄老师来为我们做讲评，欢迎黄老师。刚刚就是有听到很多蛮令人惊艳的声音，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其实我今天看到大家都蛮享受在这个舞台的，这是最重要的。那因为还是要就是做出，因为这比赛嘛，还是要做出就是名次的区分，所以就算你没有得奖，你也不要太难过，因为毕竟就是分数这种东西都是很主观的，对，毕竟我们三个都是人，我们可能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你们今天就是蛮好的，谢谢。好，谢谢我们所有评审老师的奖评，那我们就直接来颁发我们的，从我们第五名开始颁发。那我们第五名跟第四名呢，我们请我们的曾德伟曾学长为我们颁发，谢谢。本次2019年医学系系卡的第五名得奖者是陈品健陈同学，请到台上来接受颁奖。好，我们第五名的奖品是我们的洋芋片一包。大马男生，好，谢谢。那我们学长留步一下。紧接着颁发我们的第四名，得奖的是陈佳琪。开始在吗？第二波在里面，可以出来领奖吗？还是要带领？有吗？有吗？没有。没有。那有没有同学要带领的？等一下，有继续叫。好。好，那我们第四名的奖品是
一个蛮实用的文具组这样子。好，谢谢，好，谢谢学长。好的，那接下来第三名跟第二名的奖项，我们邀请我们的黄曼妮黄老师来为我们颁奖，请曼妮老师到台上来，谢谢。好，那我们2019戏卡第三名得奖的是涂恩玲学妹。来，学妹。好，那我们第三名的奖品是秀泰电影票一张。谢谢学妹，那我们老师请留步。好，那紧接着要揭晓我们的第二名，得奖的是《狼人杀》组曲，冯浩源还有林兰学长姐，请到台上来，谢谢。在吗？好，那我们第二名的奖品是星巴克蛋卷礼盒一盒。好，谢谢，恭喜，我们谢谢曼妮老师。好。最后最紧张时机的来了，还没得奖的可能都是你，那我们就直接公布我们这一次戏卡第一名的，我看一下哦。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可能得奖的，稍微喊一下好不好？这一次戏卡第一名的得奖者是林宽宇学长，有在吗？在不在？哦，不好意思，我忘了 Q 那个郭书老师上来帮我们颁发，拍谁拍谁。啊，我们的学长有在现场吗？没有啊。哎，这种可惜，第一名哎。那有没有他的妈吉们要帮他们代理，帮他代理人了吗？好，那没关系，我们这个奖项。就是是日后我们再转交给这个学长就好。那颁完了前五名，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奖项，就是刚才请大家把你们手上的纸条投入桶内的我们最佳人气奖。那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来公布一下最佳人气奖，得奖的是改变自己林心怡江若欣学妹。总共获得23票。上来！恭喜！好，那我们最佳人气奖的奖品呢，是就是一个行动电源。谢谢学妹，恭喜恭喜，谢谢老师。
好，那老师再帮我们留步一下。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次请我们的德惠学长还有我们的曼妮老师一起上来，我们要来颁发评审的感谢状。谢谢三位老师今天拨冗来参加我们的戏卡。好，那我们就颁发我们这次戏卡的感谢状，还有我们的评审礼金。谢谢三位老师。好，那我们今天的戏卡所有的表演还有我们颁奖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我们纳卡西再见，拜拜。